谢谢。大家都能去了海西店、暴力车馆，还有VR 馆。对，然后有一次呢，收工的稍微早一点，对，我们去体会了一些韩国的这个玩的。麦是拍的照片，照片呢？好浪漫啊！就是我录那个嗨室友 Justin 有在看，对，他就说好，很好笑，对，哎，这样我就蛮开心的，是因为可以带给人家快乐。我就觉得能他很节省嘛，他挺看他都。两个那个袖子都断了，他把那个针缝起来，缝起来，那个裤，对不对？然后又重新再穿，对啊，裤子都穿破了，然后什么都换。天哪，东东，好感人啊！原来是你变的，好男人，绝世好男人陈立农，这跟好男人没什么关系，绝世好男人。我也喜欢他，害羞。最近呢，我的快乐源泉是那个台球，十次以上的台球店，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。说到他们三剑客，我就要必须要说一下我们有个二球友就是我们两个是那个桌球球友，对，没错，就是那个台球，对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他们去回去练剑，我们中间有很长待机的时间嘛。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片场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，那个偏远，然后我们两个就出去了，大概早上几点钟来着？出去的时候大概是3点多，对，凌晨3点钟，然后我们翻遍了那个小镇里面所有的台球店，大概翻了7家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有7家，我们找了7家台球店，全关门了，全关，但是都没有时间了，只有时间打台球。他帅高，腿长，可爱，唱歌好，演技好，台球好，那个棒。